懂，就是为开示众生佛地佛界。咱即马经文已经入来滴，要开示一五六呢，就在众生开示五六众生佛的地界。这人爱真用心去体会，这个习惯袂用咧放松，还是要加紧心智，来自求佛意的，袂用咧放松，这是紧张关头，所以咱咧自心定静。